大家好，我是秋山记，今天来做香葱肉松蛋糕卷。配方很简单，其实就是小四卷加一点盐。首先我们把水和油混合，然后再倒入低筋面粉和盐搅拌一下，放入四个蛋黄，蛋清放到无水无油的容器里，继续搅拌均匀，然后备用。接下来开始打蛋清，把充好电的打蛋器装上打蛋头。无线打蛋器的好处就是线不会绕来绕去的，而且一边打着一边去预热烤箱也很方便。把糖分三次倒进去打发，一共有六档，蛋糕卷的话就用第三档，打到湿性弯钩就可以了。然后用传统的倒来倒去手法，把它和蛋黄糊混匀，倒入28×28的金盘中，均匀撒上小香葱和肉松。参考温度180度，18分钟，中层。出炉震一下，拿出来以后再附上一层油纸，倒扣过来，撕掉油纸。挤上沙拉酱并抹匀，撒上满满的肉松，用擀面杖辅助卷起。切好就可以打包送人啦。今天的教程结束，下次再见啦。